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 Ivan Lee， 我是一名房地产中介，来自 Propnex Realty San Juan Berhad 的。OK， 今天我很高兴能为你们大家带来一间 Superlink House 在 PJ SS2 的。OK， 为什么这间家叫做 Superlink House 呢？因为它的尺寸非常大，有24x80哦。再况且，它这间家呢，而且是永久地契的 freehold 的。OK， 所以呢，还有这间家呢，它是已经装修好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你进去看。好，我们走。新的买家 就不用再自己做自己的 cabinet 了、就已经是很好的 kitchen cabinet， 可以放你们的餐碟啊，或者是干粮啊等等。OK， 所以呢，走到后面这个 kitchen 这边呢，我相信是很多女人要大展身手的地方了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这边这个地方就可以让你们就是煎炸爆炒都没有问题。这边是一个炉在这一边了，就是可以开始发挥你的厨艺了。OK， 还有呢，这间家后面这一边 extended area 这边呢，这边你可以做你的洗衣地方哦，这边放你的洗衣机，这边就可以晒你的衣服。刚刚带你们看完干湿厨房过后呢，其实在干厨房隔壁呢，也是有一间房间。OK， 你可以看到这间房间是蛮大的。当然，这个不是 original size，original size 会比较小一点。可是屋主就是把这间房间推出去了。OK， so 因为它的房间够大，屋主在这边也是可以放一个 mini cabinet。放完 mini cabinet 后，其实空间很大，你甚至还可以在这边放你的那个 mini size bed 都没有问题。OK， 还有这间家，如果有老人家的话，真是很方便的。
为什么很难呢？因为这一家还有一个很标识化服务，你可以过来看一下。OK， 你有看到吗？其实这边那个厕所还有很多那种扶手，可以方便老人家就是上上下下咯。OK， 好 ，So 我现在已经讲完这间家的楼下了，我现在又想要带你们去这间家楼上去看看。好，我们一起走吧。放那个 queen size bed， 还有一个衣橱都没问题了。所以这间也是一样。好，所以看完了两间房间过后呢，这中间这边就是一个共用的厕所，我这两间房间的了。好的，今天我就把这间家介绍到这里。OK， 我重申一次，这间就是坐落于 BGMSS2 的一间超级排屋 Super Living House， 24x80层的。OK， 除此之外，它也是一个永久地契，可以经是福利人的，就是全装修好家了。所以呢，买家如果是买这间家的话，也不用去烦恼多，或者是花太多心思去做装修了，因为这间家已经是装修好，而且厨房已经是推广出去 extended 了。OK。买家只是需要做一些所谓的 minor touch， 就是留下漆啊，或者是清理一下，就可以搬进来住了。OK， 所以呢，你们看完这间家，会不会觉得心动呢？若有的话，若你想要来参观这间家的话，请进行联络我，在屏幕上的电话号码。OK， 在此我想要介绍自己，我名字叫 Ivory， 来自 Promax 科技的房中介。OK， 敬请期待我下一期的视频。我们再见哦，拜拜。